大家早晨啊，咁昨晚落咗阵雨啦，咁今朝都有啲凉凉地，都好正啊。咁啊，点解我话呢个利昌镖行呢系一个欢乐场呢？如果嚟得利昌镖行多嘅话呢，尤其是系近排啊，就会同意我呢个讲法嘅。因为呢喺利昌镖行呢，除咗有好多欢笑声之外啦，其实大家都啊从啊华哥啊嗰度啊，或者如果我都喺度嘅时候，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啊，即系我哋对镖嘅一啲睇法，或者我们以前的一些经历，或者是行内的一些趣事的。所以呢，即是利昌镖行再加上你们啊，我们一些常住的镖迷，常住的镖迷得闲就会下来利昌吹水的。咁啊，就变咗呢，利昌呢我只可以讲呢，去现在已变成一个欢乐场，欢乐场。系啦，咁有啲嘢咧，我哋未必喺呢個 channel 度咧公開咁講嘅，因為我哋覺得啦，即係都係比較可能有少少敏感嘅嘢啦，我哋唔想太過公開咁喺度講咧。不過如果喺利昌鏢行即係面對面，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啊，好簡單一樣嘢，其實你知唔知點去分辨一隻牌子係堅定係流咧？即係堅定係流，即係話佢嘅某啲嘢可能係老作出嚟嘅。咁啊，其實係有某啲地方可以睇到一啲嘢嘅啊。其中一個地方就係佢嘅官方網站。其實如果你識睇啲牌子嘅官方網站咧，其實你不難咧去察覺到或者係睇到咧只牌子係堅一係流嘅嚇，好簡單啫，即係我只係攞一隻雷文威嚟同大家做個例子啦，即係雷文威曾經同Beatles 披頭四啦嘅樂隊啦 crossover 做嗰啲標啦，咁亦都見到一啲 crossover 嘅一啲相片啊，同埋一啲標啊，做咗啲標嗰啲相片，咁呢啲係堅噶嘛，即係如果唔係嘅話，俾 Beatles 告啦，係嘛？咁其實又有啲其他嘅 example 啦，好似譬如Minase 嚇，咁呢個安培曾經佩戴過嘅嚇，你可以睇到戴喺佢手嘅一啲照片啦之類，咁呢啲都係堅噶嘛嚇，唔係話老作出嚟。不過有啲某啲牌子啦嚇嘅官方網站，你一睇就知道咧，有好多好多嘢係老作出嚟嘅嚇。咁所以你可以發覺咧，我哋咧就唔係所有牌子都話哇靚啊，好靚啊，好靚啊嚇，乜都話好靚嘅。咁我哋都係比較有自己嘅要求同埋選擇性去同大家介紹啦，我哋覺得認為好嘅牌子啊嚇。OK。咁如果想知多啲嘅，咁不妨有時間就落嚟利昌鏢行揾我同華哥啦。華哥就通常係星期二放假嘅，咁我呢我就通常週末啦，星期六日都會全日喺嗰度嘅。咁平日有時都會喺嗰度嘅嚇。咁一陣我都會翻去嘅，翻去利昌鏢行啦嚇，做啲嘢。咁所以變咗，如果你有時間就多啲落嚟嚇利昌呢個歡樂場啦。OK， 今朝嘅香港早晨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